临冈国小坐落于八卦山台地上，位于民间湘西语已创校113年，学区家长大多务农，学区家长地方士绅及历届校友皆关心校务的推动，成为学校教育坚强的后盾。学校发展多项学校特色，书法、纸笔、茶艺、田径、桌球等，学生认真学习，塑造良好学风，深获学区家长的认同。截至112年，校内六个班级学生83人。少子化的因素让县内的学校几乎都成为迷你校区。本次爱心佛轮饼及视力保健活动，由考考社长及组长 TFI 带领展开一系列活动。林佳梅校长致欢迎词。附赠感谢状及全体大合照。佛轮社致赠全体小朋友小礼物。舍友们与小朋友热烈互动。舍友列纳尔多视力保健主题演讲，教导小朋友如何保护眼睛。好，那因为等一下呢，怎么样的姿势是比较正确的？像三点有左边跟右边嘛，那你觉得哪一边是比较？右边。对，好，那现在要给奖品吗？要现在要给吗？本次的爱心佛轮饼车是佛轮饼阿姨为本社爱心佛轮饼服务的最终回，非常感谢多年开着红豆饼车陪伴我们到各地参与爱心佛轮饼活动。本次活动就在分送爱心饼活动后结束。
百年孝顺而已了。校园巡礼及合照留念。